一盒盒的月饼将送到基隆市各区弱势团体与关怀据点等，这是由知名连锁烘焙坊温莎堡发起的公益活动，希望透过分享美味为弱势团体创造幸福。在往年我们在中秋节或是在一些年节的时候，都会请区公所这边协助我们发放一些礼品，像中秋节就发放月饼。那这两年刚好疫情也渐渐趋缓，那这 本次我们就是扩大捐赠这个月饼给七个行政区，然后请这个各区来协助我们发放月饼给一些弱势团体。那今天也包括也捐赠了给这个博爱之家，还有天行者，给一些街友。我想打造友爱的城市是需要这个公部门以外，还有在地的企业大家一起共同来共襄盛举，共同来关怀这些弱势的团体。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接受了基隆市民政处长张渊祥非常感谢温莎堡回馈社会、造福乡里的善行义举。透过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希望打造基隆市成为爱分享、更幸福的友爱城市。我们非常感谢温莎堡企业发挥我们友爱城市的精神，也如同我们市长所说的，公私合作，公部门跟私部门一起来合作，发挥爱心，把这一批爱心的月饼送到我们各区，透过区公所发给我们弱势团体，包括关怀据点里面的长辈，以及我们很多这个创造友爱城市的志工好朋友们，一起来享受我们这个中秋节的气氛。画面来到路行者希望学院，温莎堡副总蒋家威将月饼一一送给学员们。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天行者慈善协会经营的路行者希望学院，主要是协助安置街友，并提供就业训练。目前安置有12人。温莎堡的爱心月饼让街友们也能感受到中秋佳节的温馨气氛。基隆市的游民的安置中心，它不是只是纯粹的安置中心而已，它是一个有希望的可以学习的一个路行者希望学院。再次感谢温莎堡我们基隆非常知名的企业，也是一个爱心企业，来关心我们相对基隆市的一些比较阴暗角落的一些弱势好朋友。蒋家威强调，温莎堡在基隆深耕33年，一直受到基隆市民的支持照顾，希望透过月饼捐赠活动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人一起加入公益行列，给弱势民众更有力的关怀。基隆有爱，中秋快乐。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